全套。陈伟廉，哎，李国煌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现在我们的歌曲主编呢，就剩下当红炸子鸡、蝴蝶 No.1、情圣王牌一张锁住的时间，现在只剩下五选一啊！你说到全部都很多字，我就选最短的那个。OK， 情圣啊 ，OK 啊，真的吗？哦，我只是随便讲，你自己要拿主意。应该啦，因为我其他的都不太记得，我知道有什么炸子鸡的，可是现在哦，那个是肚子饿的时候，对对，那个我不能够吃，现在。对，锁住的时间都是年纪大的人，就要希望锁住时间啦，所以就情圣，现在我反正需要这个，需要在这个感情方面的加强一点，所以就 OK 了，就选、这个啊、真的、哦、啊，哎。没有女朋友，目前为止没有哎，你都没有介绍。我介绍有一个我们梁家班不错的，我知道你要介绍谁了，没关系。不是莫小玲，莫小玲只是害人、不会救人。OK， 对对，我介绍你莹莹啊，郑莹莹，她比意大利还意大利，是等你两大利。OK， 真的，你放在冰橱可以吃很久，不用担心哈。没有，我不爱吃肉。那不要紧，因为它你可以拿来炸薯条什么，它很多油。OK， 伟廉选择的是情圣。第一首《手放开》，李圣杰2002年；第二首也是李圣杰2002年的作品《痴心绝对》。那就对，就选长一点的。那痴心长一点的是《手放开》《痴心绝对》啊，两首当一首歌来唱就很长了、啊。可是不接这两句话，不接、不接，对不 对？那就《痴心绝对》《手放开》绝对。也痴心绝对手会放开，没有 ，OK， 哇、厉害，所以你要选择的是痴心绝对的，痴心绝对，加油。让你能多爱我一点，暗恋的滋味你不懂，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。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，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，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。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，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。我们现在马上来看看上一句歌词，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，正确的歌词是，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。你说每个人都这么喜欢模仿郭富城呢？我只是声音比较沙而已。 OK，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到底这个歌曲是不是陈伟廉所唱的。你先输打出来一下那个歌词。 okay, 对，他们现在已经尽力打出来，因为这句歌曲呢14个G，所以他那个手指只有10G啊，打不到。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，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，对不对？对啊、错吗？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才是对的，那个音错字对。差不多了。OK。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，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。我啊，对、哦、对。好，要讲那个字啊，4个字、啊。哎，你好像很有把握了，可以吗？旁边的两位，应该是可以啊。看拍手，听，我没有看啊，我听而已啊。对，我们也不怕你偷看啊。OK。其实我们很希望你可以偷看，好，真的，我们希望你有一天可以偷看啊。不用，那光明正大。OK， 好，锁定歌词，拉五个人。为你付出那一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，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。陈伟廉，1500元，到底这个歌词是不是正确？恭喜！来，伟廉，谢谢，很开心，谢谢，来，好，伟健，来，哎，对，
好，谢谢，小姐，好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看车，这里车很多，小心，小心，何飞先。今天呢、啊，我要唱下去这个节目，我自己都很轻松。是啊，会真的，因为你们三个人轮流走到这个小平台上面，我发现到你们一点压力都没有，我就喜欢这样的挑战者。是啊，好，剩下当红炸子鸡、蝴蝶 number one、王牌一张、锁住的时间，选一个。其实当红炸子鸡，我不知道是什么题目来的，真的。对啊，可能是炸子鸡广告的歌也不一定。啊，王牌一张，可能是姓王的歌手的歌。嗯。对不对？ OK， 王牌一张，真的吗？啊，真的。OK， 侯一健，王牌一张。第一首《心跳》，王力宏，2008年。第二首，张信哲，1995年。不要对他说，不要对他说。选一个像费玉清哎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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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首，所以我要选王力宏，《心跳》，2008年。想和我吵架，我没那么无聊，不懂得道歉，我没那么聪明，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。你又在哭泣，我给不了安慰，我又在摇头，有那么点后悔，爱情的发展已难以回头，就无法往前走。但身不由己出现在胸口，两个心都塞几个问号，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。你的眼神你的温柔如此靠近，带走我的心跳。没关系，不要紧张，先来看上一句歌词。带走我的心跳，带走我的心跳，你暂时光到一开始，能不能给一秒，能不能给一秒？你这样叫我怎么帮你算呢？啊，我们慢慢来好吗 ？OK， 来。一转时光到一开始，能不能给一秒？好，我们来看看，你可以不可以把双脚钉在台上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的脚不酸，我的头都很酸。逆转时光到一开始，能不能给一秒？OK， 来，如果你很有把握，也决定不要用我们的资源的话，接下来那四个字我就留给你讲。锁定歌词。Yeah! Come on, baby， 加油！对何威健有信心了，请鼓掌。全体每一个人都鼓掌。OK， 来了，恭喜唱对了。All right， 好了，那么我们广告过后，我们再次的请出我们的萧煌奇，稍后见。